咁手面呢个装 VV van 呢个都系好少见，但系我一定要走呢一度。如果唔系，我就会冧噶咯只嘢。佢一个下踢咧，我就会收档噶啦。唔可以唔走呢度，或者佢开剑舞我就挑拨咯。好在走得快，但系佢呢个挑拨都几啱啊，都几好用得。因为我投射鬼想用变化都用唔到。如果佢换鬼我就死，我就冧噶啦，我就冧噶啦。哇！呢、這个真点新春啊，真点新春啊呢、這个。掉落街。呢只有咩啊？剩翻鲤鱼龙。零二五八龙武或者瀑布咯，我谂应该，或者龙，但系应该唔会龙尾啊。其实可以照打嘅，应该冇问题。系咯，龙武，尖石就系岩印啊。某啲招打某啲重，头一次一定唔中。新春鲤鱼龙系啊，新春鲤鱼龙。开龙武，我就估到要开龙武嘅条，但系唔紧要啊。佢开咗一下。佢如果开咗一下嘅话，佢应该都系照开。我谂佢一下应该未必打得冧我嘅，除非我惊啦。啊，唔错唔错，好在我冇拣冇拣弹冇拣呢个健身啫。既然系咁，我都搏埋佢啦。我搏埋佢。我俾佢打死埋啦呢度，唉，唔好意思，打冧埋。好难，突然之间讲惯咗咧，好难唔讲。因为呢一啲就系嗰啲打打乜乜，啊，类似呢啲。佢而家22%。我头先唔转重嘅原因系因为咧，如果我转巨剑螳螂咧，我起码咧会扣一半左右啦。差唔多，佢如果加咗龙武嘅话，应该冇一隻够快，应该系，咁所以一定系巨剑螳螂应战。255，电光石火先啦。暴风特攻鲤鱼龙雷霆弹啊！雷霆弹嘅话就中计啦，因为我唔够佢快。呢只走一走，呢只有咩啊？士刀，应该士刀降头，士刀降头做咩啊？士刀降头下踢踢挑衅呢四招咯，我谂差唔多，所以我急速走。系啦，佢以为我会剑舞。但我直接走啦，呢度要。呢下输出唔错啊，呢个都几有脑啊，啲嘢，嗰啲技术都唔错，啲嘢贵咁多计啦。同埋我谂呢只咧，一下咗咧2x 至130，痛啊！哦，特炸唔记得咗，都几危险下，我两只都怕佢。
巨剑陀螺啦。温华啦，睇下佢点估啦。啱啊，正确。唔好啊，唔好啊，点解啊？唔好啊，唔好啊。我打唔冧佢，我惊呢下头先，如果用子弹，点会连惊两次？哎呀，刺龙喎，仲要冇啦，掉出呢只啦咁，冇得拣。OK， 唔可以打得入嗰只幸福。印度妹先得噶，嚟了。老加利奥啊，OK， 老加利奥，睇下搵唔到突破口啦呢度嘢搵，但系我三隻都怕格斗喎。近身拳击哎呀，近身拳击啊，佢用走啊，佢用近身拳击啊，呢度一定0258，一定近身拳击。转死了，我要这大师球有何用？冇乜用嘅，其实大师球。快过佢啦，好嘛？唔好快过得唔得先？唔好快过得唔得先？得唔得先？可唔可以先？我唔记得速度啦，系啦，我唔记得速度值啦，但系应该唔够佢快嘅。哇、哦！我知波筒，机会嚟啦，飞云。靓波。听到我系副本，唔错，几好，值得加佢呢位。苦敌，能量球。拜拜，放水。刺龙王出咩号呢？佢两隻杠都死埋，唔会第三隻都系两隻杠都冧埋，唔会第三隻都系杠啊嘛？换咗重喎、啊，呢招，精神冲击。冇搞错啊！跟住精神冲击，上道点读都冇啊！恶波三隻盾咪一早换咗，啊！沙尘暴啊！呢只让俾佢啦，唯有。但我应该都要输啊！呢度，佢呢度唔会出精神冲击啊！精神冲击，哎呀 ！Oh my god！ 我咁都要谂，我以为我顶到噶噃，我以为我挨得住嘅。
你呢黐龙王。老赖啊。应该未必死嘅，飞欧。冇飞欧喎。但系应该都问水，我谂。冇得走，一定要打。呢招唔够佢快，所以一定唔用。呢招一定唔用，因为冇降，因为招降打唔入水。唯一系用呢招嘅啫，系一定系用呢招嘅啫。所以我决定用呢招。去啦，电光石火，最原始嘅技能就系最强嘅技能。哦，冚死咗我啦，咁就。点睇飞云啊？搞掂，顺利，帮住好你好啊！呢个顺利啦，我已经咁都赢到系咯，我都好系，我都好吃惊。好强飞云。我都估唔到，因为佢读佢读嗰一下咧，读得太，即系佢点讲咧？佢谂住读我，但系咧就读唔到啦。不过咧，我呢度都系俾佢赢啦。V V Van， 我谂佢都谂唔到点做嘅。